大家好，我是西丽商务的客户服务部副主任李文斌。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最近替国内一家啤酒酿造设备公司注册的一家巴西公司。这家巴西公司通常注册巴西公司所需要的时间大概是2到3个月左右，包括银行账户的开户。但是因为这个国内公司他们目前怎么说呢，在注册公司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小问题，关于到当局引起了当局的一个关注，所以我们在注册方面就用了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最终我们是以6个月到8个月左右的时间把这家公司成立好。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唯一能学到的一个点就是，如果要在巴西注册公司，我们建议客户尽可能的把那个公司结构设计得简单一些，然后这样会方便在注册的过程当中就容易让当局去通过所有的审核和批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